报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第37条，请宣读提案、修正动议及再修正动议条文。委员李彦秀等实践提案第37条，内政部锁定因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因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一个月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因放假之日。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37条，维持现行条文。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因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因放假日，均应休假。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修正之前项规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委员王玉明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因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因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一个月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因放假之日。委员王玉明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劳动节及其他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前项规定，自某年某月某日施行。委员林德福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投票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投票日、全国性公民投票日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前项雇主在不妨碍其投票的前提下，并征得其同意。委员林德福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投票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投票日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委员吴志扬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纪念日名称及日期如下：一、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之翌日，元月二日；二、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三、劳动节，5月1日；四、孔子诞辰纪念日，9月28日；五、台湾光复节，10月25日。六、先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10月31日；七、国父诞辰纪念日，11月12日；八、行宪纪念日，12月25日。前项所提之纪念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机关规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委员吴志扬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行宪纪念日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一个月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吴志扬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纪念日名称及日期如下：一、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之翌日，元月二日；二、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三、劳动节，5月1日；四、孔子诞辰纪念日，9月28日；五、台湾光复节，10月25日；六、先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10月31日；七、国父诞辰纪念日，11月12日。八、行宪纪念日，12月25日。前项所提之纪念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机关规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一个月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林立产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月二号、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一个月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林立产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15日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赖世葆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隔日、纪念节、教师节、光复节、蒋公诞辰纪念日、国父诞辰纪念日、行宪纪念日、劳动节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机关规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委员黄昭胜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7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
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十日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黄昭顺等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七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三日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黄昭顺等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七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十五日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黄昭顺等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七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七日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郑天才等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七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据原住民族身份之劳工，其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应予放假三日，其放假日期由原住民族委员会依各原住民族部落习俗公告之。中央主管机关应予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一个月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林德福等所提再修正动议第三十七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投票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投票日、地方性公民投票日、全国性公民投票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委员王玉明等所提再修正动议第三十七条，依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旦后一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一个月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委员林立产等所提再修正动议第三十七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元月二号、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人事行政总处公告次年政府机关办公日历表后十五日内指定二日次年度应放假之日。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第三十七条。那么我们首先请中委员嘉宾，中委员嘉宾发言结束之后即停止登记。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目前这个条文呢，可以说是朝野各党团并没有太多歧义的部分。但是呢，他仍然保有一个精神，就是这是劳基法的修改，我们仍然强调要给予劳工跟企业更多的自主弹性的选择权，尤其是对于劳工来讲，这条呢过去的规定，劳工的特别休假必须在当年度结清休完，未休毕的部分，强制资方雇主必须给予劳工相对应的休假的工资，那甚至呢配有罚则，在第七十九条的部分。我们呢，这个条的罚则，如果雇主不给发，那将会受罚。但是呢，我们考量到整个社会的变迁，现在的劳工有的是追求更多的薪资收入，但是有的是追求应有的休闲时间。所以呢，我们决定呢，在这个时候给予劳工这样的选择权，他可以在该年度终了的时候，对于他该年度的特别休假未休毕的，可以决定由雇主给发替代的工资，或是保留在次年度实施。那同时呢，我们在条文当中也规定，那么为了避免呢这个递延的休假迟迟未能完成，所以给予劳方三十七条啊。OK， 抱歉。那么不管是三十七条还是三十八条，我们都还强调的劳方的自主弹性选择权，就跟我们的三十二条之一一样。我们希望呢，能够给予劳工可以补休或是补发工资。那么重要的，必须能够在有强制的法律规定当中，像刚刚的三十二条之一一样，我们认为呢，应该赋予罚则，
不然只用函示就可以。所以这次不管是三十六条之一，还是目前的三十八条，或者待会的三十七条，尤其是关于雇主的责任，必须列入在七十九条的罚则当中予以要求。那以上说明，谢谢。谢谢钟委员，下一位请王委员玉敏。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现在已经是一月十号的清晨了。从刚刚钟嘉宾委员的发言，是为了三十七条发言，还是为了三十八条发言，都搞不清楚。我们就知道，民进党的委员真的是累了，而且是累坏了。现在在讨论哪一条都不清楚，所以我刚刚一乍听之下非常的讶异，因为他一开头就说他对于三十七条呢，朝野党团大家没有什么样的意见。那我建议三十七条，我们就通过李彦秀委员的版本，增加三天的国定假，大家说好不好？帮劳工争取三天的。对，因为钟嘉宾委员是立院党团的干部啊，又代表民进党，他一开始就说没有太大的争议嘛，没有争议的东西。我想待会我们也不用按表决器表决了，就变成是有共识的通过。三十七条为什么国民党这边有委员要提出增加这个国定的这个休假日？大家别忘了，当时民进党在回应劳工说还我七天假的时候，他们告诉劳工朋友，由民进党执政，他会落实真正的周休二日。那因为落实了真正的周休二日之后，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民进党一上台的时候，的确有短暂的还给劳工七天假，但是一例一休通过之后马上取消。请问民进党的委员，今天你又再去修改一例一休，那七天假要不要再还给劳工？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当时的脉络就是这样子的。你们说通过了一例一休之后，所以劳工七天假不必给了，因为是真正的周休二日。你这一次又再次修法，我们从一路的修法已经看到，一例一休几乎已经要回到原点，有休跟没有休差不多了。请问你回到原点的情况底下，劳工的七天假你当时承诺人家的要不要还回去？所以我想今天在野党只是很务实的提出来，既然刚刚前面通过的法案都是往修二的方向，民进党并没有提出任何的配套，所以就在三十七条应该要去补偿一些劳工。既然你的一例一休是没有办法落实的，那劳工的七天假还一半总应该吧。所以这边我们有委员提案的是要多还给劳工三天的国定假日，很遗憾在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团的态度还是一寸都不让，寸步都不让。但是我只请民进党思考你们对劳工的承诺，当你今天再次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宜民。院长、各位委员，大家早。社会大众一直以来对一例一休的批判在于休息日并非例假日，在目前超长工时的劳动环境下，休息日的提出不过是用低廉的加班费要求劳工继续付出额外的工时。国定假日的来源则与特休假日不太相同。依据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嘉和的观点，国定假日是属于文化宪法的范畴，
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等意涵，甚至有超越宪法之上的效力。就算要配合社会变迁而修正，也得衡量对全国所有劳动者的制度保障，经过严谨的讨论而后修订之。在法律位阶上，国定假日位于宪法层次，而在民意与世俗的关系上，东华财法所的助理教授张兴龙先生认为，当初设立的国定假日原意是透过劳动条件的改善施惠给劳工，随着台湾解严并进入民主化的时代，国定假日已转变成为国家的基本劳动的基准的一环。亚洲各国的公共假日、国定假日搭配个人特休假，特休假日使用率不到50%，而欧洲国家的国定假日较少，但特休假日使用率高达100%。从这样子的现象来看，国定假日也可以说是强制的特休假日，使得劳工在特定的日期里获得休息，特别是对于台湾这样集体劳动关系较弱的国家而言，也比较单纯的特休假日便于劳工来使用。因此，为了让劳工看得到也吃得到，请大家支持李彦秀委员版本新增的3天的假日，除了元旦后一日为原有之假日外，授权劳动部得指定应放假之日，让劳工朋友们能够有机会休养生息。以上，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彦秀。谢谢院长。我想这个37条的条文是在整个劳基法修法的过程当中，民调除了等一下第38条特休假可以递延之外，这一条是所有的劳工支持度最高的，占68.4%。希望在这个国定假日增加3天哦。我要再提醒大家，前年我们在修一例一休的同时，劳基法一例一休的修正，其实当时民进党行政院最大的目的就是砍7天假，砍7天假创造了一例一休，然后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后来呢，我想我们这次的修法，我们看到其中几个关键性的条文，从增加这个加班的工时账户，增加加班的上限之外，还有包括7休1，刚才民进党通过的版本，我觉得这都是对于劳工过劳的伤害，也因此很多的条文变数都改变了。我们更认为在这次修正的条文当中，我们也关注到说，包括现在我们那时候修法砍7天假都强调，行政院版本都强调，我们目前当时的全台湾国定假日总共有19天，比照大陆、日本、韩国大概都比人家还多，也因此民进党包括行政院共识是一定要砍7天假。那我们现在因为砍了7天假之后，我们只剩下12天，相对的比日本、韩国的16天都来得少。也因此，我认为这一次包括增加工时的账户，包括7休1的松绑，我都认为对于劳工是过劳。也因此，我制定了增加了37条的条文了。我们希望增加3天的国定假日。那这也是符合我们希望降低我们现在台湾是过劳之岛，而且我们现在是 OECD 排名全工时全长排名前5名的国家。也因此我觉得这个减少这个我们目前台湾的工时的状况增加国定假日，事实上是有它的必要性在。除了目前1月1号元旦我们本来就有的放假之外，我又增设了1月2号也跟着一起放假。那另外2天的弹性放假，就由我们现在每一年人事行政局公布隔年的弹性放假时间之后，我们补休假的部分，因为有弹性放假，那我们后面可能有一个礼拜6要补休，那我们就由劳动部来去做指定。我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降低我们现在全台湾在 OECD 国家排名总工时过长的状况，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工时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劳工稍微一些些的弥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劳工来说，我们当时砍7天假，这是大家朝野大家都觉得说不应该
不应该砍。那既然我们这一次所有的变数都很多，在条文中都已经改变，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代委员四宝。谢谢主席。我们看这次的劳基法的修正，刚才已经提到了，几乎每一条都是 favor 资方，独独这一条是可以 favor 劳方。我觉得各位伟大的政治人物啊，我们是不是平衡一下？今天修了八条、六条、七条，通通是从资方的角度来看，通通是为了资方设想，给他弹性，给他这个，给他那个。某种程度就压榨了劳工，能不能给劳工一点 compensation， 有一点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还他七天假，还他七天假。而且在去年九月底的时候，只有十三天的时间，联署就破五千个人了。各位，按照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考平台，当有超过五千个人的时候，政府要回应。政府到现在为止没有回应呢，这是民意啊！而且他讲的七天假是什么？讲的七天假，其实像青年节啊、行宪纪念日啊、教师节啊，老实讲，都跟中华文化有紧密的结合。一减二个，忘拉减三个，各位，某种程度在两岸关系这样激动的情况之下，说不定你就透过这个劳基法的修法，让两岸的关系稍微好一点。这么好的事情，各位，我们为什么不要做呢？我们看到几次的朝野协商，行政院也好，执政党也好，硬生生的就是不干，就是不干。我不了解，给个，这是劳工，多数劳工的一个最大的心声。五千个人在十三天以内就联署了，联署了，希望能够恢复七天假。所以我的修正动议就是恢复七天假。我们好几个委员比较客气，没有七天也有三天，三天也好，我三天就是这三天。我刚讲的一个青年节，一个教师节，一个行宪纪念日，这三个节日都很有纪念的价值。而且呢，对于两岸的关系，现在来讲也可以产生一定的缓和的作用。大陆一直认为我们台湾在进行去中化，蔡英文政府一直说没有没有，用行动来证明，这个就是证明啊。所以一方面照顾劳工，二方面可以对两岸关系有一点帮助，这么好的事情，我希望各位啊，是不是可以忘掉朝野协商时候所坚持的，是不是可以从善如流，最少给个三天，最好给七天。谢谢。谢谢赖委员。下一位请蒋委员万安。好，主席，各位委员同仁，这一条李彦秀委员的提案是希望能够恢复三天国定假日，我们恢复当时砍掉七天假，后来推出一例一休，希望能够落实周休二日。但是今天才刚刚通过的，将休息日改为何时计算？破除了以假质量，
所以休息日就不再可能有这种让劳工朋友充分休息的情况存在。而刚刚又在二读通过的32条之1民进党团的版本，更会造成休息日原本可以拿加成的加班费2又3分之1、2又3分之2的机会没有，让老板以1:1的方式换补休时数。这样的情形跟你当初推一例一休，希望落实周休二日来弥补砍掉的7天假背道而驰。所以今天李彦秀委员恢复3天国定假日的提案，这样的精神能够对于台湾目前长工时的情形会有改善，能够有效降低台湾平均年总工时达2000多小时的情况。另外，这边也要回应，包括钟嘉宾委员一直提出32之1条，我们提案没有罚则。我在这边很清楚的跟民进党的委员说，我们的提案加班换补休时间，在年度终了或契约终止的时候，补休不完，换加班费还给劳工，就回到第24条的规定，照24条第1项、第2项、第3项的标准给付加班费。所以没有24条给付加班费，当然就照第79条处以罚则。这是最基本的法条解释。民进党团的版本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竟然在第2项后段说未发给工资，依违反第24条规定论处，这根本就是画蛇添足，就如同你在某些条文赋予劳工拒绝权一样，劳工本来就有拒绝权，所以不要再以没有罚则来当任何阻挡修法的借口。我想，这个版本，我们提出的版本，绝对经得起外界的检验。而民进党团，你们刚刚二读通过的32之1条，能够透过外面的检视吗？你们可以仔细看看。谢谢江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裕人。院长、各位同仁，第37条是关于恢复3天假。那么，根据劳动部自己统计的数字，民国105年台湾劳工全年的工时为2034小时。我们拿这2034小时跟 OECD 所公布的资料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台湾的工时是全世界的第5名。那事实上 ，BBC、CNN 都做过报道。因为台湾的长工时还有低薪的问题，那造成了台湾整体劳工的一个困境。那么 OECD 公布的全球平均工时为1763小时，所以呢，我们比别人足足将近多了300个小时的工作时数，所以我们的工时其实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值。所以在高工时低薪的情况底下，劳工只能够透过不断的加班，而这个加班不是他愿意的，而是在于低薪的结构还有长工时的一个工作条件环境底下，他不但经济没有办法改善，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办法兼顾。那我们再来看看劳动部所公布之数据，105年台湾 每人每月加班时数只有8小时，所以可以见得台湾有世界第5长工时的主因，因为正常工时过长。所以如果说呢，长工时，然后又长加班，又低薪，那这3个条件其实就造成了劳工永远没有办法翻身的一个状况。
这三个结要解的话，其实是联动的。那经济的问题有整个一个产业结构面对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可以先照顾到的是劳工身心健康的问题。所以本党李彦秀委员提案所要求增加的3天的国定假日，可以来去平衡劳工的身心健康。这三天的假日呢，在现在现行体制短期之内，在整个经济结构还有低薪的状况没有办法改善的状况之下，是有办法替劳工去在他们身心平衡上面得到一些舒缓的。劳动部应于当年度终结一个月前，另行指定次年度2天之应放假之日，那除了元旦隔天元月二日指定的原有假日之外，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在这三个因素长工时、低薪？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李彦秀委员的版本是希望在国定假日还给劳工3天假，但是事实上在这几年来，这两年，也就是在我们劳基法修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工作的团体跟劳团其实已经非常努力的要求计砍7天假，不断的在抗争。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的1月4号曾经承诺工作团体，他当时是这样讲：假使会损害劳工的权益，绝对不会砍7天假。但是这个承诺已经跳票，也因为我们修改一例一休等等，所以造成所有的劳工团体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对这个7天假其实还是牢记在心。在去年的11月26号，当大家又传出要修改我们整个劳基法的时候，事实上有许多的劳工团体也就在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当时又联署了5500个人数，要求政府还给他们7天假。但是呢，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包括内政部所给他们的都答复，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承诺。所以今天我们回顾我们今天所修改的整个的劳基法，其实在整个劳权当中可以是大退步，不仅只是退步，而且未来我们的劳工朋友在他整个的休假日以及他整个的加班日当中，都不会有任何他们期待的加班费。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要不要再考虑在这么长的工时，而且这么低的薪资，同时经济状况又是那么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再给他们3天的假，甚至于本席都希望能够还给他们7天假。李彦秀委员的提案比较可能照刚才钟嘉宾委员说，大家比较没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要回到7天假，我想可能民进党又会再反对。所以我们希望，虽然民进党委员现在还是睡眼惺忪，但是我们希望待会儿还是能够不经过表决，大家一致支持李彦秀的提案，
让我们今天在修法的过程当中，给予我们的劳团，给予我们的劳工朋友，给他们有一点点休息的时间，拜托大家，谢谢。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会委员洪泰。党的党团误听了他们的党意的研判，当时我们民进党的柯总召在最后一两天神经兮兮的发明了一例一休，很多社会上都搞不清楚，很多人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一例一休，当然劳工们越来越清楚，所以大家才反对。就是民进党的委员只在乎党意，不在乎民意，所以平常讲，大家常常会拿来调侃吴秉睿委员。我相信吴秉睿委员当时一定很相信他们的党意，他们做的研究是对的，所以吴秉睿委员才会讲说，如果你不喜欢民进党，你不喜欢一例一休，你就不要投民进党。我相信这是对吴秉睿委员的，我不认为他是发自于内心的乱讲，而是他听了党意。所以我在这边再次呼吁一下我们民进党的委员，民意比较重要，不要被党意啊凌驾了你的良心啊。这个提案我是非常呼吁赖世葆委员，我希望恢复到那七天假还给劳工。大家想想看，日本的国定纪念日啊，假日啊是16天，韩国15天，我们12天，难道我们的竞争力，我们的 GDP 的成长比韩国好，比日本好吗？没有，很显然我们的生产力或者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不是因为假的问题，同样的假越多也许会刺激到它的生产的欲望啊。台湾现在出的问题是出什么问题？台湾的问题是我们侨外投资，海外侨跟外资啊来台湾投资的越来越少。2016年我们才投资了那么一点点海外投资，而且当时大部分是因为要 PETA 的那个美光的事情汇了很多钱到台湾来，对台湾的就业没有什么帮助。再加上我们的产业结构，海外接单，不，这个国内接单，海外生产，都没有创造我们的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竞争力啊是越来越差。民进党应该要去想想看，不是我把克扣劳工的几天假，我的 GDP 会增长，我的创造力会增长，不是的，我们的产业结构不是的，再加上现在之所以 FDI 会低，就是海外就是外资直接投资更会低，非常可能是因为两岸关系，台湾一天到晚就要打仗，各位想想看，任何一个重大投资，从台中县调有来当县长以后，我们台湾还有重大投资吗？没有，10亿以上的海外投资从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有任何一个海外重大的投资来到台湾来吗？蔡英文一天到晚要跟大陆谈啊，你想想看，那还在那里不去研判，我的投资能不能够回收呢？奉劝民进党的委员们，不要误判了您的党意，党意啊，您的党意先摆在一边，听民意。第二个，台湾的经
力很强，跟我们的效率跟放七天假多几天三天七天没有什么差别的，可能多几天假让他充分的休息，也许他的创造力他的生产力会增加，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我非常支持恢复七天假，还是有关保护让我们的劳工翻天喜地的可以在他工作岗位上好好的去工作，同时我贡献努力的台湾的经济成长不好是产业结构，是我们两岸的问题。谢谢惠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学胜。主席，本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劳基法这一次修法已经接近尾声哦，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发言，因为接下来只剩下另外两次的发言，每次三分钟，我们能够帮劳工朋友再讲话的机会也就只有这个时间。那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七天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应该要去研究的，包括民进党在内。我还记得这个一年多前休一例一休之后，劳团最喊的大家都记得的口号就是还我七天假。那为什么会还我七天假？那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它不需要有太高深的算术基础，它就可以看出到底谁说的对还是错。难道劳团有要的多吗？还是政府你少算的给他？这只要坐下来大家算一算，也不过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两个手掌就可以把所有的数字算完了。但为什么到今天为止第二次修法还是找不到聚焦？我觉得民进党的朋友你应该反省，你们是不是已经变得过度的傲慢？你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对话。这一次不管七天假能不能恢复，或是我们折中国民党的党板先恢复给他三天的假，他是希望改变一个状况，就是台湾不再只是以低薪然后用很多的加班然后让你获得实质的薪资。如果今天我们在休假的保障上面不要有所谓的松绑七休一，然后实施十二休二，表示我们开始重视劳工，它不再只是一个工作的机器。您知道如果今天劳工朋友不再只是为了因为前面有一个加班费在驱使你往前走，然后你用那个钱赚了以后来照顾家小，然后最后回头一望你在家里面是没有角色的人，这背后是非常悲哀的。随着年纪的更增长，我觉得劳工朋友在悔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跟他的家人好好度过。我们当时可以怪制度，但现在有机会来改变制度，而能够有机会改变制度的是当时最支持劳工朋友的民进党，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做。所以今天这只有三天的假，我希望民进党就给一点福利吧，让老公朋友觉得你真的是支持。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智恩。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这条本党李彦秀委员的提案我们全力的支持。事实上呢，我们从上一次的一例一休到这一次的再修法，归根究底的原因就是因为落实单周四十工时，劳工的七天假被砍掉，为了弥补劳工的损失以及所谓平衡劳资的关系，风波从前年延伸到现在。我们认为这一次行政院几条的修法提案几乎就是给资方弹性，
劳工的权益都是被忽略的，因此劳工增加3天的国定假期，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适当的。前年砍掉7天假的时候呢，劳动部认为我们目前台湾有19天的国定假日，是全亚洲最多的。砍掉7天假之后呢，我们看看，目前就只有12天的国定假日。目前的亚洲的中日韩3国都有在15天以上，可以说是比台湾来的多。而且呢，劳动部统计，去年每一年每个劳工平均他的加班时数大概是8小时，可见如果要降低工时数，可以从正常工时着手来增加国定假日，这可以说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法。行政院一直有一个迷思，他就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全国的假日一定要统一，所以呢，你落实单周40工时之后呢，就要看似劳工多出了7天的假期要砍掉，但是我们来看看实际是如何。公务员满3年就会有14天的特休假，但是劳工要满4年；公务员满6年才有21天的特休假，但是劳工要满15年；公务员满9年就有28天的特休假，但是我们劳工需要满22年。最重要的是，公务员不管是在中央或是地方机关来轮调，年资都是持续的。但是劳工如果要转换工作，他的年资从零开始。所以呢，根据非正式的统计，在同一家企业工作的劳工，他的工作期限大概是5到6年。因此我们在拉开整个长期的职业生涯来去看的话，就算是真正的实施了周休2日，劳工一年的休假日可能还是比公务员来的少很多。所以这个条文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呢，其实有某种程度的突破。虽然执政党认为是可以做一个考虑，但是必须要认为跟全国的假日一起来做一个讨论，不愿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处理，避免到时候呢全国的假日又非常的混乱不统一。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出来了，整体劳工的假日事实上是比公务员还要少，劳工为了要砍掉7天假一直不满到现在，也并非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这时候呢，如果不能一次给7天，那这个3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数字。我们真的不要去旷日费时，还要与所谓的司法法制委员会一起共同讨论再来做这个决定。他们的权已经被剥掉非常多了，就在这37条，大家共同努力，还给他们一个真。谢谢柯委员。下一位请刘委员四方不发言。下一位请孔委员文吉。主席，各位委员，前年105年10月的时候，蔡英文总统、民进党提出增特休假、砍7天假这样的一个修法的方向，让200多个这个劳团，开启了很多这个节食的抗争。当时蔡英文总统面对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哽咽地说出：“砍假是民进党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事情，那这一次是最好的机会了。”要请民进党，还要还给我们劳工啊7天假。本党的李彦秀委员呢提出劳基法第37条的修正，根据劳动部公布的数据呢，民国105年台湾每人每月加班时数8小时，可见台湾长工时的主因为正常工时过长。如果要降低总工时，应从正常工时着手，所以新增3天国定假日来维护劳工的身心健康。新增的这3天休假日呢，有元旦后一天是原有的假日外，也授权中央主管机关得指定应放假之日，并于当年度终结1个月前另行指定次年度2日之应放假之日。所以本席在这里建请我们民进党的委员能够支持李彦秀委员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修正案，让我们劳工有机会多休息，也让劳工有机会真正休到假。那同时呢，本席也对赖世葆委员所提出的，希望这个2天的这个国定假日呢，能够把这个行宪纪念日啊，把它范围
啊，我们的一个劳工的纪念假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呢，我也对于我们郑天才委员他提出了一个这个修正条文，就是针对原住民身份的劳工，他其原住民岁时记忆应以放假三日，他的放假日期呢由原住民族委员会依各原住民族部落习俗公告之。对于这样的一个修正案呢，本席是表示相当的支持。我们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应放假三天呢，这个可以说也是行政院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有原住民日8月1号，那也有两天的放假啊，是原民会所定的。但是这两天的放假呢是一个行政命令啊，一般的是配合原住民的传统的节日丰年祭，能够让他们回去参加庆典。可是呢，工厂公司呢老板都不愿意给他们放这个假。如果把这个条文放在这个劳动基准法里面，如果郑天才委员的版本能够通过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老板。谢谢孔委员，下一位请马委员文君。马委员文君，马委员文君不在场，我们请林委员德福。啊，大会主席、苏院长，还有与会的各位同仁，我想这一次整个劳基法的修订，那这个李彦秀李委员呢、啊，特别针对这个当初啊砍劳工的7天假哦，尤其是国定假日，这再还给劳工3天假，其实这个是最卑微哦，可以说劳工们的一个要求哦，因为毕竟这些劳工长期啊，他们都很辛苦的在各自岗位上工作，而让他们就是有多一些充分休息的时间，这是非常合理哦。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很多劳工会再去卧轨抗争，不惜以身试法来捍卫自己的工时以及权益。我想经过5年蔡英文已是总统，因为当初在5年前哦，这些劳工哦，他们有过这样子，但是经过5年，那蔡英文也是做总统，也是做执政党的主席，那有更多的能力啊可以去照顾这些劳工。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整个修法过程，执政党却用这么强势的一个作为哦，这个用拒马来隔离劳工，拒绝沟通。那另外一头，执政党团也可以说受到上面的要求哦，能够嫌命啊，强势的来推动整个修法的这个过程哦。所以说，今天蔡英文其实他当初哦，这个不是有讲过很多，说认为这些劳工们的痛苦和恐惧，哦，这个其实从过去他们有经历过，但是现在所作所为啊，是不是也让这些劳工心寒？所以说，劳基法的修法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倾听这些劳工们他们的声音，哦。那多做沟通，但是今天并不然，因为用拒马隔开，撕裂的不只是劳资双方的友好关系，更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哦。因为当初蔡英文当选以后，还讲了一段哦，让大家这些劳工不能接受，就是说这些劳工哦，他是心头中那一个最软的那一块肉。哦，在2016年媒体专访的时候，但是曾几何时，今天变。
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委责啊，不发言。下一位请陈委员素月啊，不发言。下一位请何委员心存也不发言。下一位请郑委员天才。各位同仁，有关三十七条的条文是在105年的年底为了砍七天假所修正的一个条文。我们除了应该要返还这个七天假之外，我们更应该要修正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不合法治的一个条文。因为这个修了这个条文之后，变成条文是内政部所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内政部所定的纪念日节日，就是纪念日节日的一个实施办法。这个实施办法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呢，法规命令应该要有法律的授权，这是行政程序法第150条所规定的。根据行政程序法第174条之一，本法施行前，行政机关依中央法规标准法第7条订定之命令，须以法律规定或以法律名列其授权依据者，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以法律规定或以法律名列其授权依据或修正或订定，一起就失效了。所以内政部所定的纪念日节日实施办法早就一起就失效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呢，根本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依据，内政部所定的都是依据失效的一个法规命令，所以更应该要去修啊。其次，对于我的修正条文呢，修正动议里面特别增加第2项，即原住民族身份之劳工，其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应予放假3日。对于原住民族的岁时记忆，原住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这个就像汉人穿这个过这个春节一样。大家都知道春节不是只有放一天假，都是超过3天假。为什么原住民族的岁时记忆只能放一天假？因此我特别提出修正动议，应该要放3天假，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以上，谢谢郑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国书啊，不发言。下一位我们请吴委员秉睿啊，不发言。下一位我们请吴委员志扬。好，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啊！这一条2个重点，第一个，为什么要增加这个3个国定假日呢？其实我们说实在不太希望国内的放假大家不一致了啊。但是真的，民进党政府对不起劳工，砍了7天假，
哦，又实施一例一休，然后现在又做了那么多过劳的法案，啊，所以当时的一例一休，哦，根本美意通通都没有了。其实我们那时候本席有提的二例，其实是有搭配的啊，就是说如果能够实施真正的周休二日的话，其实他们特别的七天假就不要再有啊，能够跟全国的国定假日齐一化，然后大家再把国定假日做一个法制化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劳工就可以跟一般包括公务员在内基本上是一样啊，就是可以上每周上五天班，然后放的假也一样，然后再把这个劳工的休假在前几年比较少的部分啊，能够把它补齐啊，这样子基本上大家的放的假就差不多哦。那很可惜啊，最后是用一例一休啊，那这个休呢又被做各种的变形啊，本来就已经有变形工时，这一次修法又有这个变形的加班啊，三个月的一起算的啊，变形加班工时。然后七休一的松绑又变成变形工日啊，越变越奇怪哈，真的是变成一个变形金刚一样哈。所以我觉得李彦秀委员这个提案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支持啊，至少还给人家三天假啊，算公道啊。这件事是第一个。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好像苏院长有表示说，像这一类的节日的部分呢，应该一起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去讨论啊。那这个我们本席也有很多的提案啊，其实包括刚刚几位原住民族委员的岁时记忆的这个部分，本席也都有提案。那行宪纪念日啊要放假这件事情啊，本席也有提案啊。但是问题是这个法案啊，假日的法制化这个法案一直没有排审哈，所以我在这一次本条的这个修正动议里面啊，也有一种就是说你干脆啊，刚刚郑天才委员讲得很清楚哈，这个放假的东西啊，其实最好是用法制的，而不是用一个行政命令规定啊。所以你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这么慢的话啊，我们干脆直接把在这里，因为劳基法要过了嘛。劳基法要过的话，谢谢吴委员。下一位林委员俊宪，啊，不花园。下一位林委员静怡。啊，也不花园。下一位郑委员运鹏，啊，也不花园。下一位叶委员于金，啊，也不花园。好，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那么，我们针对第三十七条，现在要处理国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那么，国民党党团的再修正动议条文，也就是委员李彦秀等提案的条文，那么现在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
出席99人，赞成35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来，我们好、哦、有啊，有了。表决结果：出席99人，赞成64人，反对35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37条，照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38条，